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53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做的是 TW 所推出的 Seeker 小队，不过呢，这个 Seeker 小队呢是以真人电影混合了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战斗机作为形象小队设计的。我呢观望了很久，但是这个价格呢实在是太高了啊，我实在是买不下手啊。那么有一位多年的观众朋友Joker 兄呢，他就把他的整套的收藏呢寄过来，那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再次跟大家说声感谢。除了赞助玩具支持之外啊，他每个月也是买很多很多的电子写真啊，对我的节目呢可以说是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那能够做这么久的节目的话，各位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三人组。首先啊，他的做工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毫无疑问的呢。这款这个地方非常的松啊，如果你稍微一个不小心的话呢，它就会跌倒。这个地方已经非常松弛了，膝盖这里也是一样，特别是下面这个地方，这里还好，这里已经整个松了。另外两个家伙的话呢还没那么松啊，这很明显的话呢是有没有多次把玩是有一定的，你看它慢慢的往后倒了啊。那所以说这个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你这个重心的把握呢必须要自己去 handle 一下。再来是他这个腿的一个长短的话呢，大家是可以自己做调整的。后面的这个 chicken leg， 如果你要让它矮一点的话呢，就是让它这样子稍微往后面掰一点点，这样一来摆到旁边一看，你就会发现呢它的身高的话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缩短。那你觉得哪个好看呢？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啊，有人觉得可能拉长的话呢感觉比较邪恶啊，我也觉得呢这一款的话呢干脆呢就让它呢站得笔挺一点，可能的话呢会比较帅气啊。那它的除了这三个本体之外啊，它还有附带很多的替换的头雕啊，比方说这个有红色、蓝色，还有这个是金属色的一个面雕，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一个替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也有附带这个闪电的一个头雕啊，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挖苦一下这个官方的电影设计啊，你明明就是这个 Starscream， 你硬要说它是闪电啊。这里还有一个替换的一个口罩，那除了之外，它替换件呢还有这个手掌的话呢，有这个是手指是张得更开的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都是小小加分点了啊。那我们主要的话还是看一下玩具，刚刚提过了，膝盖的部分呢偏软，其他的话呢，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地方。在二头肌这个地方转动来讲都比较紧一点点。那我们的话呢就用这款黑色的，其实一个天欧吧，这个家伙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啊。它的配色黑的非常煞，非常有杀气啊，然后金属色整个配起来，这个家伙看起来是感觉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家伙的配色。那它的一个可动头部的话呢，左右动没有问题。这个头雕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做的有像电影版的，还是蛮像的。手部这里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的，额头肌在这里可以转，这里没得转了，只能转这里。手腕的话呢，看到了是一个，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所以它的转动的话就是可以有一个转动的一个弧度是完全自由的。那这个枪的话呢可以自由的去拿掉啊，你在侧边这里是扣不上啊，比较可惜啊。这个不是不，毕竟电影版本就扣这里，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腰身不能动，然后它的造型里头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它有一个很巨大的轮子啊。这个轮子收在腋下啊，对于这整个机器人呢，我一点都不觉得说一个飞机有大轮子很突，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造型。然后侧边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字，这个在飞机的时候的话呢会完全的拼凑起来。那这一带是一个金属部件，那脚的话呢有一个内往内收，还有一个前后动啊，但是往后动是几乎是没有的。脚底板算大了啊，这一款的话呢你要它站稳的话呢，其实呢并没有任何的一个难度。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这款蓝色的家伙，它的身体的前后的组合呢是靠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只要这个卡扣呢有扣上啊，以及后边这里这一块插到这儿啊，基本上它的一个身形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一个固定。然后后面这个看说明书是可以拆下来，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个念头想把它拆下来，就放在后面吧啊。然后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地方有一点小小的空洞啊，整体来说啊，我对它的造型还是很喜欢，毕竟它有真人电影的一个风格，然后一战的这个战斗机的形象就更好看，就不用说了。但是呢，它的一个一些关节的松紧啊，这个过松的地方过松，过紧的地方过紧，
在把玩上的话呢，还是造成一些小小的影响。那至于涂装的话呢，各位应该在刚刚的这些画面里头应该也看得很清楚了啊，其实是做的是蛮用心的、啊、各种的旧画啊，然后这个啊简直做的像是几乎是跟木头一样的这种配色，还有这个齿轮啊，这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呢，我个人是觉得颇有质感的啊。如果说你不是偏重把玩派，而是做一个展示的话呢，其实这三个家伙啊，尤其是以战斗机形态来做摆放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有看头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玩具的变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之简单了啊。那以这个变形的设计来说呢，其实我是要给予它很高的分数的。这个地方把它给解锁开来，这里两处解开，还有后方这里先把它给解开啊。我们先把它整个呢给打散啊，打散之后的话呢，这块部件呢稍微往上提一下，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部件我会建议先把它给往啊轮子的部分呢，把它的话呢轮胎给躲开，把它稍微的往前面给提出来啊，我们让它到前方去。然后呢待会儿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啊，这个部件要反折进去，反折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腿的话呢要再给记得给转出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转动啊，这样子到时候把它给塞进去。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个折叠的部件，它是要朝外侧的啊，这个是在飞机的外侧，我们就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呢脚掌的部分呢，你要顺势往前推，然后这个部件呢也往后面放过来到这，然后呢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反折进来到这里推进去啊，到这边这一侧就变形就差不多快完成了。这里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个脚掌往前放，后面这一块部件往后面推过来到这，然后呢这个地方往前推，推上去，然后这块部件把它给翻折过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遮盖啊，这个地方呢还没翻到，这里把它给翻过来到这。然后的话呢两腿的话呢，这里后面的这个水平尾翼啊，这个就看造型你就知道了，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捏紧，有个结合卡扣，扣起来之后呢把它往前面推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脚后脚跟这个飞机的尾部的话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到这边稍微的去对位一下啊，这里没有对位对好啊，这个地方好靠进去，然后呢这里扣上来，哎，这里非常简单了、哦、脚后后腿的话呢，不对，不是后腿了，为什么一直讲后腿，它明明也就只有两条腿啊，哪有什么前后腿的啊，对不对，这样子就完成了啊。那接下来它的一个上半部的话呢，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小整理好了啊，简单的小整理啊，我们先把这个头部啊，这两侧啊，这个领口的部分啊往上面折过来，然后这块部件啊把它往上提，然后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关节稍微施点力把它给盖上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它的一个后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翅膀的话是有三层的，最上面这一层的话呢目前没它的事，我们先把它给躲开，然后呢把这块部件呢给放下来到这。接下来呢它的整个变形里头啊，一样最上面这一层现在完全不干它的事啊，它这个变形里头最难的其实就是中间这一层跟底层的这个翅膀怎么个一个组合法而已啦。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翻出来，你看啊，这是第三层最底层的一个翅膀，另外一侧的翅膀在哪呢，我们先把它给也先给还原出来，这个地方给打开，两侧部件都打开，看到这有个手掌啊，这个手掌的痕迹就是你把这个部件往上翻起来扣进去。好，那么呢这里的话呢就会形成它的一个第二层跟第三层的一个翅膀。那这里的话呢我给各位讲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朝这个方向去转，朝这里转过来到这边，你把它准备好到这个形象就可以了，两个翅膀呢在同一个方向，然后呢这个球形关节的开口处在这里啊，就是把它转到同一个方向，你准备到这就行了。另外一侧的也是一样的啊，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开口一定转到这，朝到同一个方向，然后呢先将它的一个手部啊，这里的话呢你看到几乎呢看到能翻折的你就折啊，你能翻折的你就折到这。好，那怎么个转法呢，就是把它的一个翅膀转到同一侧，你看了、啊、这里只能往下翻嘛，所以你这个转轴啊，你只有一种转法而已啊，就是把这个翅膀转到同一侧，没有别的转法，就这么一种转法而已。好，就到这了。
最后就怎么样呢，透过这个转轴把它给塞到这里头来，这个变形的话呢就几乎可以说是完成了 90% 了，这里把它给塞进来，这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比较不好理解而已，但是你一旦知道把翅膀转到同一侧之后，它的变形呢就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了啊。这里中间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两侧，这里要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小组合。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最上面的那一层翅膀的话呢就没有任何难度啊，就直接的把它给摊开就行了。但是呢在摊开之前的话呢，我们呢可以先把这个两个有两门的这个火炮啊先把它给安装上去。那这个火炮的插口啊稍微的浅了一点点，不过也不是说扣不稳啊，你稍微用力一下还是弹出来了啊。这个立刻打我脸是哪一招，这个这个它的插槽的话是稍微短了一点啊，有时候前面手去刮到碰到还是容易掉的，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呢到目前为止它的变形已经几乎可以说是快要等于是完成了，我们只是这些小配件的安插而已，以及它有附带一个小人偶啊，这个小人的这个一个装置啊，就把它给塞到这里头去，就做出一个有人在驾驶的一个感觉。那记得是要按下去一点，它比你想象中要深一些啊，这个插的深度不够，但是这个 anyway 好，上面这里啊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这个翅膀下面啊有这个卡槽，不对，这个凸根啊，从这里就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就不会有什么难度了，不会有什么难度了。如果说你是拿在桌上变的话呢，你会更快一点点。整个变形过程的话前后来说是不用到五分钟的，这里推出来到这儿把它给扣上，那么这一侧就算 OK 啦。另外一侧的变法呢也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啊，在这边好将它给扣上，底部这里也是一样的将它给扣上去。好，那么呢上面的一个部分就算是完成了啊。那底部这个地方就更简单了，往前面推过来到这啊，这里有两个凸要卡进这里，有两个凹到这儿，我们把它给扣进去。好，扣进去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再往回扣回来。好的，那这个轮子的话呢这里是有稍微角度可以转一下，你只要转到呢这个不会去妨碍到你这个轮子着地就行了。我们来看到它的交通工具的形象啊，一次大战的时候的一种空中战斗机。那可以看得到它上面的这些细节啊，包括这些绣画以及这个文章上面的绣画，侧边这里这些啊所谓的刮痕啊什么的，然后轮子上方这里也是有一些处理的。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螺旋桨啊上面的这个类似于像是木头纹路的一样的处理，上方的这些螺丝钉也都有刻画，机枪的话呢也是颇有金属光泽的，人的一个涂装的话也还算可以啊。然后后方的这个垂直尾翼跟水平尾翼各个处理，下方的轮子啊这个可以转动，上面也有一些污渍的处理，那这里有一些金属部件，底盘的话呢收的也还算不错啊。那我个人是真的是蛮喜欢这种交通工具的。那它的一个，不过我很好奇啊，它是三层翅膀嘛，是三层翅膀嘛，对不对？我印象中好像都是有看过两层的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唯一的一个破绽可能就这个地方，机器人的手掌在这里，要不然的话它的一个机翼啊可以说从上方来看啊几乎是看不到任何机器人的部位啊。然后这一款整个都是黑色的啊，感觉的话呢这个裂缝呢就更加的小了。然后轮子的话紫色反而觉得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得有点突兀啊，然后但是它的一些这些所谓的一个刮伤啊这些旧化的话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显眼。那这一代的话呢也是做得很像木头啊，这个质感总和来说还是相当之不赖。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一台蓝色的这个飞机，它的前方对不对，这个分色反而是里头是最佳最最最最最丰富的。然后轮子的话呢这个也是有污渍啊，整体来说呢我对于它的一个这个没有变化，把它扣好 OK 整体来说的话呢我对这一款这一组的小队啊真的是除了价格之外吧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特别去挑剔啊。它的
人形的美型度也不赖，就是膝盖软了点了啊，但是站立性的话呢，你稍微去控制一下也就没有问题，载具就没有问题了，非常的好看，没有话说啊。然后它的这个底座的话呢都是金属的，然后非常的沉。那出拿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盒子里头一直有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金属的一个声音呢、啊。我在想的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那么大的一个金属配件啊、原来是它的一个底座啊，是这个整个都是金属的。那也因为它是金属吧，所以它这个地方它扣的卡扣呢在这么后面，可是它的一个对于这个飞机的这个支撑力度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好。那真的就是除了价格以外了哦，我对它的一个造型的一个设计没有话可以说，真的觉得好看。那变形也是一绝，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它的变形居然会是这么样简单而且是流畅的，非常非常的不赖，就是价格的问题而已。那其他还有很多替换的头雕啊，替换手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有小小加分的啊。不过呢，这个能不能买，要不要买，这个还是各位衡量你自己的经济状况吧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